介绍一下 G 七装，双脚并拢，分开大约30到45之间，向前滑动，脚的方向滑动一个脚的长度，根据自己脚的大小，向外迈出一个脚的宽度，重心向后坐，后胯在后靠的同时，微向右侧拧动，前手从自己的脚趾的前脚的脚趾部分跟它与齐了，抬起，后手比前手低4到5公分，重心向后靠，同时这就是抱着一棵树，在意念当中对这个树先进行前后的推拉，觉得微微一拉动就往前推，微微一拉动就往前推。第二就是向上拔，刚一拔起来又要栽下去。第三就是左右要把这个树从中间分开，对，这个不要蹲得太低，后腿不要蹲得太低，基本蹬直没关系，略似曲非直，上身要向后靠，要向后靠，双手要十字勾眉，后手手指指向他的这个掌，双手要有一个勾眉那感觉，对。下面咱们再说这个势力，从这个桩演变出来的势力，第一个手向前指，完以后你这个等于这是一个桩，这叫第二变成什么？刚才这个桩浑圆桩。第三步平抱，第四步推脱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势力，实际上就是几个桩凑成的，谁也分不开谁，还一定要注意周身的这个两肘的横撑，有哎，双手交叉要勾眉，往里把这个动作又以慢动作连接，一，看我的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势力，所以说这个势力是由四个桩在组成的，做这势力的时候，对，勾挂，这是勾挂桩，要有勾有挂，用一定要用意去做，假设前面有一面盆，你的手把手插进去拔出来，带出十条面筋，再插进去，意感一定要足。向前去的时候，出手不出肘，向后拉，回肘不回手，让他身体内部呈现一种对拉的状态。对，对，你觉得把这个球在水面上给它摁下去，从水面给它摁进去，再从水里把它提起来，对，往下摁的时候头要跟前脚要争，往起起的时候跟后脚跟要争，往上拉的时候跟前脚尖跟后脚跟，哎，前脚尖后脚跟，这就要形成这种争力，对。再做一下那个偏挂势力，一手手心向上，完了利用你的这什么偏挂，这个势力，就是你要向我身上进攻的时候，就这么一动作，就得这么一动，翻过来，推出去。伏虎桩站过吗？啊，两个自己大势，自己两个半脚的长度，把重心下坐，前手按着虎头，后手按着虎腰，
一定要把上身整个这个虎在，你要跟它要咬你，你就得跟它是争，不让它咬着你。所以身上你老是在这儿，啊，得控制着它，不要当成，不要把它当成死虎去摁着，它是活的，它还要咬你，你就得看着它。你精神状态一定要投入，要投入。它往前钻，你往后摁它；它往下沉，你往上跌它。你跌再给它摁下去，就你周身等于都在跟这儿做，一些微小的一些动作，就是伏虎。往后靠，两手心要相对，这个可以，也可以算高式，是这意思就得。发拳的动作叫前冲拳，它的右手跟左脚要产生一斜向的一个这个，它叫前冲。哎，利用脚往上一蹬，劲儿的出去了，前冲拳，往钻拳。或者是把这手带起来，给他带起来，做蹲点，带起来，这训练动作，手带起来，你也做一下。这个手要掩护自己，这个手要掩护自己，这个头从这手后头一找，就过来，吊起膀，利用你的腰胯，腰胯的转动。对，对，完了，对，就是基本拳法就这几样，还有一个圈，对，圈打，圈锤，都是要注意一个里边的，是注意里边的发力，不，那劲儿得很脆，把这撞击出来，出来再就。自己工作啊，做东西是吧，你自己要身上一定要给它校正，利用你肘部的是手里呢永远持这根杆子，做的时候摇起来可以随意，你怎么做它都是，把这杆子一定要用出来，这个用法就是对方进攻你的时候，这不要单纯这么打，而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个动作，这形成你站桩的进去了，你拉，你拉，哎，往上去一纵，忍一下，一圈，这边就给你下去，就是都得从这些东西里，身体的扭动。这是几个势力的变种，向后发力，向后发力，你周身一挣，向后，随便挪，随便感觉着，脸部放开，啊，高一点。神态要出来，要打空，哎，打空，这手舒适，你做的，把身体啊。横力，这叫合，这是分，分力，往前一挣，一挣，那劲儿才能出来。力量要传导到手尖上，就如同你把这东西啊拿着呢，从这给它啪给它撕开，啊，带这一边走。身体在配合。
这你看，哎哎，脚先，脚先，脚先倒，后退，后退的法力，前进，后退。先说这个勾挂式列，在推手里的应用，就是对方进攻你的时候，您劲儿往里来的时候，要给他直线后撤的同时给他分开，翻手再出去。这是啊，一个完整的动作，就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应该这儿没动，我是把身体拉出去。对，假设就是您做这个时候。您要想把我手吃住的时候，你往后蹬，不，你就您做这个，不能让他给吃在这儿。就您往这一坐的时候，一定要起来，不给他，不给他，不给他。您放我的时候，我再退，再拉回去。这是一种基本的训练方法。啊，你好，明白？哎，让回去，你回去，哎，身上也挂着。这是一个基本的用法，在实战的时候也可以就利用他这个往下移。一摁的同时起来，就等于是这儿是往后了，我脚还往前，形成这么一个。沉开出水，这个动作就是应用的，就是把对手进来以后偏开，再过去。所以他在演练的时候就。演练的时候，身上一抖子，出现一个沉个出水，它是通过这个摇法，还得旋法，这么推出来的。一定要有双手勾眉的这个劲儿，站什么桩都一样，必须要双手勾眉，得推脱桩，大事，推脱桩，双手也得勾眉，重心向后坐，双手勾眉，大事。摩擦步，
要领就是手跟脚得有机的结合起来，你脚在手头了，脚必须着地，手先到，出来了是那东西，你手一先到就不行了。这就是手里如同握着一杆子，拿一杆跟这儿耍这杆上，对，坐这杆子，手里如果没这个气就完了，就成一种空的了。俩手的配合，哎，合，他就哎一分一分一合，一分一合。举案有误，进退有阻，啊！下法力接上法力，上下法力接上法力，手一砸上，身体给它撞起来。咦，接上，接上。这就是下发接上发的意思。刚才我做这个是一拳活步的施力方法，里边有附带的有发力的动作，所以它这个也是摩擦步的一种步法，基本的步法就是三角步，它是从摩擦步里演变出来的东西。其中摩擦不单纯跟地面，跟两个胫骨之间也有摩擦，按老的说法叫出入得磨净，要不然你脚底出不来那种纷争的劲儿。发力要点，整体共争一中，它起一个争力，周身往一块既缩又争，没有争力出不来发力。所以说这个力就需要在日常的站桩试力里去求得，别的没有什么先进的方法，只有通过站桩才能求得力的均长，在不动当中去体会，在运动当中去发挥，这就是发力的一些要点。还有一些详细的这个什么，那就是非要是当着面聊了，那就得看一看老师怎么做。王强老叫观其形，揣其意，夺其理。先做一个这个前后的勾错施力，开合势力。
伏案失利。专权势力，权锤。势力呢是跟庄法是不能分开的，庄法当中就包含着这个势力，势力呢是站桩的一个动作的外延。那么老先生对这个势力的要领呢，就是欲动又止，一止又动。它的有一个这个运动的一个范围，老先生讲就是高不过眉，低不过脐，向前不越齿，向内不沾身。势力的是要求精神要饱满，要有止呼，欲动欲止。左右的开合的势力，摩擦式的势力，讲这个势力跟发力的这个要领。势发力实际上就是顺利的一个瞬间的一个停顿，我们这个手向外撑插的时候，微微的向回收，神光要含蓄，在做的时候一瞬间一停顿，就是做一个发力。平时练习这个发力是体会一下这个它是整不整。实际上发力呢，老前辈们认为这个发力呢每天不要过多的去练习，就是在势力当中掌握每天做那么3到5次就可以。因为这个发力过多对这个横膈膜还是有刺激有伤害的，说在很松软的状态下轻轻的把就试一试身上有没有力量，有了轻轻的往出一放，就是这一个发力的一个动作，体会这个力的这个均整。
Thank you.